5点多天就黑了，大黑天干啥去？吃火锅去，太冷了。89吃火锅的，往里走，往里走。这没到呢，锅都煮好了。还有肉串呢啊！那少喝点，那少喝点。我今天买那么多韭菜。妈，这羊串儿往上自由，那羊串已经都5块钱一串了。嗯。不热了吗？没事，不一个蒜。这卷是50度的，这肉已经熟透透了。高盖卷，看看这个汁的这个吗？它就是里面一层脆骨，羊前腿高盖卷。这又喝上了，喝点吧，这么好菜。好吃又好喝，这雷给我下太满了，吃这一块还是相当可以。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千层肚，蘸上酱料、百叶、千层肚。那里边人必须得有，别喊姐就行。喊啥得劲儿就喊。我感觉这鱼要是吃的好。这个。对，是吧？是吧？吃点胸口。这胸口。咱今天的胸口这个表是黄表。要了2份血肠，我们这血肠是没有糯米的，全是血，里面有一点油，羊油。太行了。光看，还等着我看。嗯，全是油和那个血。听啥？听你功力了。拿不拿不重要，你现在是先起了，你退。冬天到了屠宰牛羊的季节了，我们就应该吃个腰，大口的吃肉。那这盘吃胸口。慢点，倒一点，倒一点。慢慢喝。你看，你回来吃来，来，看你回来吃。有嚼头吗？嗯，别的夹都放这里晾着吧。嗯，好好吃，快点。都放在一起吃啊。你要筷子是吗？我们呼伦贝尔冬季从9月份就开始冷了，然后到了来年的6月份才开始回暖。12月份我们早上起来7点钟才天亮，晚上4点钟就黑天了。我们白天时间非常短，夜非常长。呼伦贝尔，你的知道零下30多度，它没有什么娱乐的方式，所以我们的冬天只有吃喝、喝酒、吃肉两大娱乐方式，就是晚上吃好吃的，喝上酒，就是我们呼伦贝尔人最大的快乐。喝一口吧。哎呦，敬大家一口，敬大家一口。干杯！行。来，哎呀，还是这血肠好吃。哎，鱼爸给你夹了吗？血是刚宰的羊才能灌出来，所以说每天比如宰一个羊，它只能灌出2-3根血肠。你要是比如说很长时间，它就有肠人家不灌的话，吃不了了。这个菜简直就是摆设，我看直接吃，连这人动都不带动的。